個選手，有15個同事專家係上嚟咧，係參加呢一次嘅盛事嘅，亦都有我哋資專嘅學生上嚟咧參與呢一個歡樂體驗活動。咁透過呢個比賽啦，可以同其他地區一起交流啦，咁學習佢哋不同嘅強項啦，咁大家可以一起進步咯。咁個規模咧，我哋嘅項目都會係跟翻世界賽啦。咁我哋評分標準都係參考世界賽嗰個評分標準嘅。作用咧，其實就係將呢一個技能咧提高到去一個世界級嘅水平。現今嘅社會非常之重視科學同埋工程嘅發展啦。咁參加呢個機械人嘅比賽咧，就可以鍛鍊到我哋電子同埋呢個機械嘅知識嘅。今日呢個比賽都考驗我哋隨機應變嘅能力嘅，因為啲線路接駁口，我哋都係開始比賽時先會知道，所以就好似個真實工作環境咁樣，好考驗我哋嘅解決困難嘅能力嘅。在比賽面看到三地選手製作網頁的水平是十分之高，我們可以互相學習，從中可以提升我的水平。我們三個人一起製作這個廚窗是很需要團隊精神，由製作、設計、佈置、合作無間，才可以完成這個比賽。